轩哥，欧洲杯开始了。博如，Je te dévore des yeux tout crus et je file la tête rousse dans la ruelle. Telle une imparfaite inconnue, je te frôle en douce en criminelle. Je collectionne tes alentours, jalousant les amantes trop belles. Écoute que coûte mon amour, j'ai des sarbacanes dans les prunelles.大家好，大家好，欢迎进入香蕉球直播好声音啊！这是我们在欧洲杯期间的第17期节目了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叫做里尔啊，我们曾经来过这儿啊，当时是谁跟谁啊？瑞士打法国，瑞士打法国，我们还在这儿做了游戏。然后呢，今天的话呢，我左边的呢是关心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女主角之一，我最右边的这个呢。是洛神啊，欧洲杯期间呢，一直是以这个预测神准而著称。我旁边的这位呢是，哦，严嵩大哥，严嵩大哥啊，对，后面乱糟糟，因为德国球迷呢，他们已经来了。这个里尔的这个球迷广场呢，大家已经知道了啊。随着比赛的临近，会有越来越多的球迷过来。严嵩呢，这一次呢是被我绑架来的，你是来干嘛来的？你是来干嘛来了？我是来看明天在尼斯的那场球的。对，然后呢？结果路过巴黎的时候就被劫持了，让我给劫持了，让我给劫持了。今天给劫持过来，然后刚好看看德国队的这场比赛。待几天这次？我之前听一件事儿，跟谣言似的，不是说这个段轩到了这个香蕉球，要求所有的人出镜的时候都只能穿短裤吗？怎么今天只有我穿的短裤，你们还在场里？你别闹，你别闹！这么大冷天的，你穿短裤，你是不是也够？他们跟我说的，说段轩的香蕉球只能穿短裤。哎，短裤呢？啊，哎，这短裙啊，短裙，短裙，短裙。乐总，短裤呢？能穿长裤。明天换，明天换。所以香蕉球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啊。然后你刚才问的什么来着？我没问你，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我们的节目可以结束了。对对对。大事了，白老师了。对，白老师，白老师第一次来我们熊猫 TV。对对对，待几天看几场球啊？原本就看明天一场球，因为是英格兰打冰岛。对。但是呢，被你一劫持，今天就加看一个德国。那摆明了是好事，什么叫被我劫持啊？对不对？德国队的球多好啊！之前看的球都是0-0，都不进球，今天终于能看场大比分了，是吧？多好！冠军的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冠军队嘛 啊。但是你要找感觉的话，或者说体验一种这个一次大赛，有的时候看一场比赛就 OK 了啊。其实并不取决于你看哪场比赛啊。对，之前在国内看这个球，这次欧洲杯。怎么样？觉得大家觉得扩了军之后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总结几句话吧，第一个就是世界波拯救欧洲杯，这个背后是因为进球太少，但是进球的质量还不错。还不错，沙奇里，沙奇里，莫德里奇。其实从帕耶就帕耶，对帕耶，帕耶，对对对，帕耶。然后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觉得是欧足联的确下基层，
而且照顾弱势群体。而你是新闻联播的语调，你这样对吧？对对对对。因为上半区呢，破军是由这个没拿过冠军的人组成的啊，下半区是由拿过冠军组成的，这样欧足联就保证平民百姓起码能进决赛了。这是以前欧洲杯很少有的一种状况，上半区没有一支是得过冠的球队。对对。就无论如何，他要进决赛。葡萄牙2004年，他进过，参加过，最后打没有得过冠军、啊。对对 对，那是他东道主，那是 C 罗第一次在大赛当中流泪，哭了，对吧？对，但是这一次 C 罗有机会啊，是吧？昨天那场打克罗地亚，你说葡萄牙打克罗地亚，大家都觉得那场球应该是一个大比分啊，怎么就骆驼你也预测错了吧？那场球，你洛神。至少我预测平局对了，那不管，你预测双方都进球，对吧？对，这个预测是，我觉得最很大的一点是葡萄牙的主教练，他过于害怕克罗地亚队，他觉得克罗地亚队连西班牙都能干掉，那是不是对葡萄牙来说太强大了？其实葡萄牙很多天才球员，但他昨天我看到一个数据，他的犯规28次，谁的犯规？葡萄牙队犯规28次，就这场比赛支离破碎。就可以看到拉基蒂奇、莫德里奇不断的被葡萄牙球员犯规，被铲。其实葡萄牙有很多很好的球员，你像包括西罗、纳尼就不用说了，但他们却用这样一种踢法，我只能说葡萄牙的教练他毁了这场比赛，但是呢他最后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这个话题啊，你来赶紧，白老师第一次来，赶紧。法国已经丢了球了，丢了球，开场2分钟就丢球了。想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对，不见得是件坏事吧？上来就丢球，不完全是件坏事。对，如果踢了60秒丢球的话，这事就不好办了。这就是还账啊。嗯。因为你曾经在最后的几分钟进人家的球，人家就要开始的时候进你球。但是我还是相信这场比赛法国队输不了。对，有问白哥问题的吗？有，大家都说白老师是阿根廷球迷，对吧？对您非常了解。我主要是拿欧洲杯来当一个这个预热阶段，因为。因为几个小时之后的时候，就是阿根廷夺冠的时候。明天上午，北京时间的明天上午8点，明天阿根廷对智利。所以他今天这场球，为什么我说绑架过来了？他本来不想看的，他为了明天早上他要看那个球，要不然到了这个里尔回去还得200多公里，估计今天晚上估计他睡得比较晚了。还有什么问题啊？白老师是不是第一次有点跟帅哥在一起，在这个环境下做节目，你觉不觉得很吵？大家觉得？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比这样，所以这都是训练有素。但是我觉得，你看人家后面多帮忙啊！一看咱们做直播，人家撤了，叫不当背景是吧？不当背景。对，说葡萄牙这场球，其实现在路上我还跟白哥在聊。其实葡萄牙这些年跟10年前、15年前比的话，变化挺大的。尤其是斯科拉里来了之后，其实这支球队一下子变得硬朗起来，甚至他们有时候踢的会像战士一样，他们把这个比赛踢得很难看，但是他们要赢得比赛。其实我的看法跟他正好相反。葡萄牙要不是把这场比赛变脏、变得支离破碎，他一点希望都没有，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小组赛的时候，这三场比赛你能够看出来，他的后防的漏洞各方面都有很大问题。不是这几个意思，这我们是有半杯。对，为什么这两杯酒是给谁的呀？对。然后有人问白老师，对轩哥带着5个妹子一起来看球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他媳妇儿的意见比我大。咱们别问这么敏感的问题好不好？别问。还有吗？还有这样的？还有。就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对足球运动非常热爱的人吧？现在还踢球吗？大家问。我在来法国的前一天下午，还在下午4点，当时北京那天是35还是36度，踢了2个小时，对，还进球，然后还进球。第二天，那就进了很多球，在孟州踢的。你要知道，对啊，在咱们那队里，他每场比赛要进很多球。每周我们孟州每周都踢，在室外吗？在室外。欧洲杯要有一个严嵩这样的前锋，我估计现在会好看得多。到目前为止，其实虽然他说世界杯多，世界波多。但是进球太少，尤其到了淘汰赛，比赛看的人昏昏欲睡。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那个，就是荷兰电视台演播室的一个镜头，我估计是做出来的呀。所有人在那儿都睡着了，当然荷兰人估计他们看欧洲杯的心态不一样。你就想想，谁会想到像克罗地亚打葡萄牙会让人快睡着了啊？给看睡了。在他那90分钟里头，全场射门能统计的简直是屈指可数。为什么？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防守是容易打这种大赛，快速把它。
水平上升的。嗯，另外这些年防守水平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这是第一。第二个，其实现在大家大赛当中谁都明白，越来越功利。对，我要的绝杀为什么多呀？就是我先要倾注全力，不丢球，但是最后的时候稍微体能或者其他一换算绝杀来，还是因为防守的水平现在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在上半区哥几个都觉得能进决赛了，对吧？都觉得能进决赛，都有想法，更得谨慎了。但是刚才白哥说的这个防守，我刚好想问问骆总，其实。你看现在的防守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防守可不一样了，意大利的链式防守，摆铁桶阵，摆大巴车，但是现在的防守，昨天那场球刚才路上白哥也说，中场绞杀呀，就是全场进行防守，而且过去可能说意大利队这么玩，可能说多特蒙德队这么玩，现在是所有的球队很多都这么玩，现在没谁不好意思，没什么，哎，对，没谁不好意思，没谁不好意思，对，这目前是不是现在当今世界足坛的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打法，或者其实进球少，不管是本届欧洲杯，我们可以看上届世界杯的淘汰赛，也很多出现这种闷局，你像包括阿根廷和德国一路进军是吧？阿根廷1-0阿尔巴尼亚，1-0法国，瑞士，对，半决赛可能打德国打的比较大，对，阿根廷打瑞士比利时也是非常小的比分，然后阿根廷打荷兰的时候0-0，双方都反手，就只有梅西和罗本能带球，我说的，对吧？就是打瑞士，我说的。我在现场，对，到了决赛之后还是双方0-0进入加时赛，好在格策进了一个世界波，对，这说明不光是欧洲球队会反手，中美球队，还有其他的那种非洲球队也能反手，所有大家都学会这一套，对，是吧？所以我们不光是欧洲，所以大家都说这球是不好看，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一届美洲杯恰恰给欧洲杯打了，就是扮演了另一个角色，全是大比分，这次美洲杯全是大比分，对，因为进球早，另外还是美洲的骨子里头啊，他不好意思。刚才我为什么说欧洲杯没谁不好意思？骨子里流淌着，我先把防守弄好了，越来越功利。美洲的球队如果说我一门心思防守，他嫌不好意思，球迷还不干呢。而且还从另外一点来看的话呢，美洲杯确实大家的功利性也很强，就是说，大家先耍啊，玩开了啊，玩是第一位的，然后呢，观赏第一位的，球迷们也很嗨。对吧？然后的话呢，不像欧洲杯，现在看来，我真是赢房子赢地啊，真不能输啊！我觉得这里最大的一个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在于破军。好多人这个好多球迷在那儿这个，哎呀，破军听到了一些官老爷们在那儿讲，破军是为了让更多的像阿尔巴尼亚这样的球队，像冰岛这样的球队有机会参加到这个世界盛宴当中等等。别逗了，这是官老爷们做生意。只有扩军才有更大的生意，欧足联扩军生意变大了，世界杯扩军生意变大，足联国际足联的生意变大了，但是背后你就要失去很多的精彩，包括偶然性。这次上半区和下半区其实是由于扩军造成的，因为六支球队变成了这种蛇形排位。有一句话我觉得国内说的特别好，出局比出线还难。所以你知道的，现在又有一个说法了，说24个队三个小组第三，这事儿摆不平了，而且到了最后一轮变数那么多，干脆再破了得了，跟世界杯似的，32支球队对吧，来吧，就到这儿抡吧，就不行。欧洲的资源是有限的，世界杯的资源还是无限，因为你200来个成员跟欧洲就这么几十个成员是不一样，你要现在你把它扩成了32，您试试，欧洲还剩几个国家没进来啊？那还能看？就是小组赛，其实就是说它的这种不精彩跟破军有关，因为呢，弱队呢肯定要打防守，强队的话呢调状态，对吧？但是到了淘汰赛，现在完全就是不对。淘汰赛的不精彩也与这种破军有关，比如说。由于扩军导致淘汰赛的时候水平就容易在你概念中不那么接近，因此就有一方更加坚决的要以守为主。很简单，那比如说今天晚上打德国，对，我正想说的，那今晚上这场球，我看好是起码得2个球以上吧，洛神啊，2个球以上吧。2-0正常，算正常。2-0，别是算正常，2-0是不是你也给他比分啊？你现在他现在从神之后啊，他压力很大。
然后呢，他回场二比一吧，然后呢，好，二比一，德兰现在的压力不再是预测胜负啊，而是维持江湖地位。对，人那边说，人那边那个建强的粉丝来说，我们建强和凯比一顺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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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给这个洛神解解套。嗯，对。92年欧洲杯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教练说过一句话：任何预测都只是对过去经验的一种总结。他不是叫预测，所有足球说谁预测准了，你一定要用一句中国话说，他赌对了。嗯，没错。那个洛神前四场的时候太少了，他一共预测了4场，5分钟预测。然后我看你让他接着预测，对，你听我说呀。有人就开始说了，我看好像他的同学说，如果这是四场球，好像压一个串的话，就是压一个四场比分串的话，在北京二环买。后来在这之后，然后洛神开始就是说，我们说开始看盘口，看完盘口之后，洛神开始现在开始有波动。你只要让他接着预测，就是《红楼梦》里那句话，眼见着他起高楼，眼见着他宴宾客，然后又眼见着他楼塌，最后还得当六环外的二比一。那就是说这场球其实他跟我看的差不多，就是还是能够打出一个挺大的一个比分的。你呢？你也预测一下呗，你没压力啊，你没压力啊。我觉得从来没预测对过。我觉得对啊，我觉得2-0、3-0都行。那这点咱仨有相似之处。因为我觉得德国队这场球肯定会闪电战，四分球，因为下一场打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如果说他上半场要平局的话，其实对德国队来说一定是不愿意。很重要的是，他小组赛的第三场的时候，突然明确了他的新的战术体系，所有的人突然有魂了。一个按理说，一个戈麦斯不是世界顶级的前锋，但是一个戈麦斯一上场，突然觉得这支队有依靠了。这种依靠就是他的战术体系的依靠性，他把其他人激活了，激活了。你看穆勒一会儿一门柱子，一会儿一横梁，就是这种。他突然知道该怎么踢了。无锋的时候，说明他还是有点乱。所以德国队想要取得好成绩的方式，离不开那一个克罗泽呀，再往前穆勒啊，一路去倒。戈麦斯在这届有可能扮演的就是那一个支点，支点，支点。那个关键了，关键看这个找老师排高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啊？有一个特别刁钻的问题。为什么呀？来了来，没在他面前没有，永远都不可能有刁钻的。说大家都来这儿有一个规矩，说送原味球衣，白老师什么时候送？不是他这短裤我看上了，他是吧？原味的不洗的啊。那个朱晓宇老师，首先我自己就受不了。我就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受得了。对，这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对对对对对对，没事，这事儿咱们直接扒啊，别跟他客气啊。还有白老师预测一下明天阿根廷的比赛。阿根廷会赢。那当然不在了，预测阿根廷的球场上让他预测，那多不靠谱啊！对啊，他一定会说阿根廷赢。那意大利对西班牙呢？大家都把那些当预测地了。我还是看好意大利。意大利看好西班牙，因为在足球场上有一种逻辑是生生相克，就是环环相扣。比如说意大利要跟德国遇一块了，不管你现在说这个意大利有多弱，我都压意大利。但是你意大利跟西班牙遇一块了，我选择西班牙。别忘了2008年欧洲杯，你别忘了上一届欧洲杯的决赛。那小组赛打得也不差。2008年欧洲不是上一届欧洲杯的决赛，是因为意大利想要把那场比赛踢好看。对，取决于意大利的心态。对，2008年欧洲杯的时候，那场淘汰赛是他把那场比赛踢难看了，西班牙踢得极其难受。所以明天那场球，如果说意大利想把球踢难受的话，不一定。洛神，你站在我这边。既然有了你这句话，我就更加坚定西班牙肯定会赢。咱俩这么多20多天的感觉，好基友的感觉，你站在谁这边？之前讨论过，我越看好，本来越看好西班牙，但是西班牙有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内部好像还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看来还不小。啊？是吗？不是佩德罗的问题，不完全佩德罗。我感觉他们像那个拉莫斯抢发点球，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隐患。就本来那个点球不是他主罚，结果他去主罚了点球。塞西奥拉莫斯他抢发点球，这是包括这种一系列问题。但是中国记者的钱啊，对，阴谋论，不是阴谋论嘛，就是他们。至少这一届不像以前那么团结。其实上一届欧洲杯决赛为什么被打了4个意大利，是因为普兰德利派上了几个身体不好的球员，包括基耶利尼。而这次意大利队身体状况应该都不错，就
就坎只有坎德雷瓦他们受伤，但他肯定不会上场，至少他现在，而且他小组第三场得到了休息，所以这一场如果像克罗地亚打西班牙一样就前场拼抢的话，我感觉会给西班牙挺大压力的。但是我还是看好西班牙一点点。哪有你这样的花了半天精力就靠西班牙一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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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势均力敌。另外还有一点，西班牙意大利其实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是在所有人都看低了他情况下的第一场，没错，现在对后两场其实没那么好。当然踢得一般。别着急啊，第三场不算，第二场对啊，第三场不能算啊，第三场不能算。那你第二场如果要没有那个，简直是这个最后的那个，就那简直神了。不是，那是因为他第一场拿了三分了。对啊，没错，破军他第一场拿了三分，他心里有数了。对，对，而且第二场瑞典是来拼他。对。第一场是他去拼比利时。对。对啊。所以说，可能他面对那种技术更好的球队的时候。可能还更有机会。你看那第一场那哥几个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而且真没把自己当腕，全都是我要为全队服务，我要为全队服务。意大利这支球队历来比较特刚硬的球队，为什么呢？他的这种水一样的这种防守体系，就是这种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一样，他的这种漏洞会小。为什么他遇到这种比如说拉丁派的，反而遇到阿根廷或者遇到西班牙有的时候会不太好打呢？就说别人不是刚性的时候，他的漏洞更容易出现，拿小车扎的，不拿大锤砸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它有相克的这一面。当然，那我从家庭的和睦角度来说，我愿意希望意大利赢。我夫人是意大利球迷，这事儿别告诉他啊，这事儿别告诉他。那个大家问说，白岩松老师个人球员的话，你会喜欢谁？比如说 C 罗啊也好，大圣也好，还是阿根廷那几个人？哎呦。我们谈论的是人间的球员，我们又没谈论梅西。老白应该喜欢小白吧？我个人观点是，像小白这样的人，我当然喜欢了。但是这个，你比如说这次，我觉得在看的时候，像我愿意看一些不是那么特知名的，莫拉塔能不能踢出来？莫拉塔其实这一年都上升的空间很大呀，对吧？然后这个还有。原来我又不喜欢穆勒，现在变得很喜欢穆勒。穆勒的这个场上的这种跑位的这种性质，当然我还特别想看看德布劳内。德布劳内到目前为止发挥非常一般，非常一般。他跟整个比利时发挥的一般有关。我觉得，哎呦，德布劳内跟阿扎尔，如果这波才俊能在这次踢出来进决赛，这波人有可能会在欧洲形成某种新的这种形势。比利时现在就差一口气。你仔细想想，比利时世界杯也是，你看他哪条线缺人啊？不缺人啊，太不缺人了。但是这口气一直吐不过。那你这么说的话，上半区比利时、葡萄牙看好进入？我看好比利时。甚至你觉得比利时有可能进决赛？对，对吧？然后肯定就被灭了，被我德国灭了嘛，这毫无疑问嘛，这没什么可说的啊。哦，不会吧？法国进决赛吗？哪有？法国现在还0-1落后呢，法国连半决赛都进不去啊！哎，那谁说的？香蕉球说的吧？哎，那个咱们设计了一个问题吗？啊，对，就说就是网友问的啊。网友问的吗？不是我们设计的。对，网友问的。对。到贴我都快憋坏了，真讨厌。你哪个呀？我们设计那么多。你赶紧就夸咱们那个。对，就是你看我们这么努力的在这儿直播欧洲杯是吧，白老师？你看你有什么你说鼓励的话要跟咱们说几句啊什么的？不是这么问的呀，我看，大家不是，哎，不是，你看。是我们香蕉球直播法兰西是好看呢，还是特别好看呢，还是特别特别好看？三你三个选一个。特别好看，特别特别好看。不是，我觉得段轩这个人特别不实在。他劫持我的时候就劝我的理由就是，来吧，白哥，反正我们这儿也没人看。轩哥，不是，我们这没有 CCTV 的人看。我听错了，我们这没有 C， 我们那是95后的年轻人在看。他们说昨天。我觉得不是好看，或者说是特别好看。super 好看。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看好。哇，这才是。昨天说是四大才子，然后今天说是三个段子手，你们这唠段子来了。没有，我还真不是。我跟你说，在台里他还真是段子手，你别看不出来，我不是什么段子手。面笑匠，你来一个段子，来一个不婚的，来一个不婚的，那就没有了。这个行吗？这个段子不错，这个段子不错，这个段子好。有人一直在说薛哥扒裤子。扒谁的裤子？当然是原味了。这个别乱来，尺寸过了。哎，别乱来，大家都打了一波六。对。
打了一波六，这个段子是不是错的？对，段子好。六是什么呀？六就六六六，也就趴的，六六六啊，零零零的意思。就这样，这样，六六六。你这么快都学会了？啊，是。他现在会的可多了，他现在没事就在熊猫里打个什么，打个赏，打什么饭团啊，打个什么什么什么佛跳墙啊。没没，他没打佛跳墙，没有。对对对，他不打佛跳，打竹子，打个饭团。哎，如果要是爱尔兰赢了法国哈，那乱了，亨利就是千古罪人啊，还账啊，这是。当年预选赛的时候，那个手球啊，是吧？手球。所以先用45分钟把这账还了，先让法国人民压抑一下，想一想当初这个亨利同志是怎么着。下半场，下半场再。下半场的时候再正式。看来又得有绝杀了。啊，这场在哪踢？看来又得有绝杀。在里昂踢的，在哪踢的？保不齐这又是个平局呢。里昂，里昂，在里昂。里昂。不，现在能感觉出法国队压力比较大，但是呢，我还是愿意看好的，因为98年世界杯不是别忘了打巴拉圭的时候。他如果要没过巴拉圭那关，拿什么冠军啊？简直是布兰克金球嘛！对呀、啊，最后这根本不可能。上半区他刚才说的是葡萄牙和比利时，下半区他刚才看好的是西班牙，西班牙那儿打德国，我看好法国。法国这边呢，德国打西班牙，应该是德国，德国对吧？那就是德法、葡萄牙和那个比利时，都是面一样的，面一样的。差不多，你什么叫差不多？你差的太多了。因为你看好意大利，你不看好比利时和葡萄牙的话，那肯定要搏一个特别大的冷门。对、啊，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嗯，去搏这个冷门。下半区的话，你不看好东道主，好像也是同样在搏冷门。嗯，其实就看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看好谁了。打30分钟了，还是0-1，法国还是0-1，还0-1是吧、啊？我不说了吗？上半场为亨利还账。啊，然后的话呢，我们稍稍跳出一下这个比赛，就是法国，白哥来了多少趟？像这次虽然时间短，有没有什么期待？我觉得其实可能，我觉得最真实的法国，或者说最过去的法国，现在是在中国人的传说中，还有在很多的书本里。嗯，现实中你来到法国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嗯，你随便上一辆地铁的车厢，你就会知道这是联合国。乱糟糟，这是联合国，甚至地铁里很危险，其实或者说这可能就是此时的很法国吧。嗯，对，法国最纯正的法国在我们的传说中，在书本里。嗯，而且其实好多地方大家很向往，很浪漫啊。但是不赶紧借香蕉球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新的信息啊。仅仅2年我没来法国，法国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现在在法国的地铁车厢里头只有法语和中文，连英文都没有。以前是没有中文的，现在走到哪个地方都有语音提示，而且这个语音提示非常暖心。地铁里有中文的语音提示？当然，这个语音提示是这么说的，请看管好自己的财物。不要被偷了啊。对，哎不，同时有的时候有的线还报站名，用中文。这非常了不得，真是非常了不得。是不是购物中心的那个会报一下站名？没有，在地铁也是你最需要的。对啊，对对对对。哎，大家很关心说，白老师会不会来熊猫开直播间做直播啊，或者微信直播、微博直播啊，会有这个想法吗？我靠，那我得绑架他多少次，我得。嗯，你们现在挣那么多了都，这才是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本来人家是旅游来了，直接让我给抢过来了。对，旅游了。会有微信上面或者直播间吗？他不玩的。没有。然后的话呢，这次等于是到里尔，因为现在我在电视台也经常是熊猫嘛，熊猫演嘛，累的。突然手开动。累的。啊，怎么了？怎么为什么一脸懵逼的表情？对，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你喝点酒，喝点酒，喝点酒。然后呢，我们香蕉球直播榜文心的，待会儿啊，今天刚好把白哥给他，哟，将近13万人，13万人，12万人，对，给他绑架过来。这个意味着什么呀？就人多，12万人，就是13万从来不看新闻1+1的人。在这里看你在这儿摆好，恭喜你答对了。你跟我说的不是13万人，每人会都点赏打赏是吧？不是每个人都打赏啊，不是每个人啊。那个给白哥打点赏行不行？打点竹子，打点饭团、烤鱼、竹子，我就抢。打点烤鱼竹子，打点烤鱼竹子。对，白哥不明白这打赏怎么回事，打了一波六，打了一波六，就很厉害，你很厉害又六。对对。哎，你看来了吧，饭团。这就是打赏。对，饭团。礼物又不给我，这个事儿他明白，这个事儿他明白。对，竹子立刻来了，啊！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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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啊，你看烤鱼也来了，大哥，你看。
你来了，这个都是礼物。哎，效果还不错吧？看我们的信号啊，正在直播。你喝一口吧，不喝，啊，喝一口，喝一口，来来来来。大家说这个下面很挤，因为有将近12多万人跟我们一起。我觉得13万人里头有12万人是这个法国队被进球之后就来了，对，不看了，会看。所以人家说现在是关键是听完你之后就更不看了，直接看下半场了。比赛没有这个进球好看。打开我们新世界，真的。对，打开新世界之门。这次要没有几个精彩的进球啊，这次欧洲杯的这个上半程更麻烦。这几个世界波还是挺有这个提振的这种力量，对，就像昨天一样。其实昨天那个球还是很漂亮的，那个尤其是纳尼传的那一下，从三个人中间传给 C 罗，然后 C 罗射门。但是之前的克罗地亚的倒三角空门没进，起码俩机会。对，所以说这场比赛的精华就在于最后五分钟，就是因为你的体能什么都已经出现脱节了，已经脱节了。哎，我们在这儿看还行，白哥你在北京像熬夜要看的话，像这样的球，我一般我觉得小组赛稍微有一点好的是头两轮有9点、12点的这两档比赛，对，而且坦白的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态是什么样。扩军成24支之后，的确有一些比赛是可以不看。对，因为咱们那个时候看欧洲杯，我不像你们是要工作的。啊，不，我们这没时差呀，我们这儿啊，对对。然后说实话，欧洲杯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看看88年、92年，然后呢96年，其实，确实是很纯粹，然后呢，确实是场场都是精品。这种纯粹指的是就是过去中国人常讲的一个段子，只要把欧洲杯加上巴西、阿根廷，就是世界杯都可以不办了。世界杯可以不办。结果没想到阿根廷、巴西没来，然后阿尔巴尼亚来了，然后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球队都来了，变成24支之后。不光是一个注水是水平下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6支球队，然后在出现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奇数的概念，他就要把这个第三名再拉进来，而且你就想想吧，1分钟会改变什么。我那天在看比赛，我知道我要看尼斯的这个27号的比赛啊，我要看英格兰对葡萄牙，英格兰对葡萄牙，挺美的，美的。不到1分钟，冰岛进了个球，我就知道我要看英格兰对冰岛了。所以这个在四个小组的时候，强强的这种对话要更直接。现在的时候很麻烦，所以我是坚决球迷，非常不喜欢扩军。这次扩军没错，他跟世界杯不一样。之前跟骆总也确实聊到了这个话题，好像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扩军其实对于整个欧洲杯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损耗还是蛮大的。最后再看看还有什么想听白老师的。白老师，我看看也。时间差不多了，他待会儿要去球场了。希望白老师送一个礼物，大家白老师原味的东西就算了吧，有什么礼物？或者我们有什么礼物？我们有一个小别针，上次是在那个德国那边拿的，啊，是吧？可以拿出来，好好好好好好。这个大家给我们打赏，我们呢也给大家送礼物。然后的话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德国那个电视台那边不对，这个礼物已经送完了。没有，这是你自己拿的一个是吧？啊，那个德国 ZDF 跟 ADR 两个国家一台、国家二台他们的小聘，啊，那个啊，我们的制片没在吗？就这么一个礼物了是吧？啊，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四位四位，你就他在弹幕里喊个停，你喊停。然后他截个屏，你想让大家说什么，大家都能打得到。对，你想让大家说什么？你要是要说德国万岁也可以，说那天气真好也可以。让我们一起给阿根廷祝福吧。就太多，那就打阿根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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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根廷呢？阿根廷呢？还没开始是吧？有点延迟。对，大家打阿根廷就好，打阿根廷。因为今年不一样，我觉得这个30年前，阿根廷夺冠，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说这次冠军很难更改。太棒了！博格巴和这个格里兹曼，对，哎，他这做的就很精致，不用干嘛？这是我马竞的球员。好，你是马竞球迷？这是我尤文球员，对，因为西门尼，很棒。我是跟着阿根廷人跑的，对。那行了，那就是抽三个还是怎么样？抽三个，一会儿可能就是格里兹曼进球啊，下半场。好。
好，大家都很会讨好，大家都在打阿根廷夺冠。阿根廷是吧？那你先结一个，结一个阿根廷，先把不是讨好，是说明组织上大家的心在一起。我找到组织了。对对对，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纯粹就为了拼，停掉停掉。行，来来来，结一下结一下。一二，您叫停我就截屏。一二三，停啊！然后第几个？第几个？从上面数第几个？第三十个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去边儿去边儿去，别闹。对，咱们连抽三次还是说一瓶？第六个就好了。第六个好了，咱们看第六个是谁。二三，老师把幸运给谁了？叫 LL 小鱼控。LL 小鱼控啊 ，LL 小鱼控啊。那这个格里兹曼再抽一下。格里兹曼再抽一下好了，还是打阿根廷吧？您说。你看 ，Made in China 的品质就是好，是吧？对 ，Made in China 的品质就是好。你说的是比瑞士球衣的质量要好是吗？当然呀，哎，对啊。你说再来一个，停。这个是第几个？是第几个啊？格里兹曼，第三个吧。第三个，格里兹曼，看看给谁？格里兹曼，好，叫小飞哥哦。小飞哥，小飞哥，来了来，罗巴，罗巴，罗巴，最后一个。哎，他这做的真挺好的，你看他的表情，你看他的表情。昨天那是盗版的，昨天那是盗版的。你看这还是墨西干头啊！现在香蕉球都买正版的了啊？什么球？不是什么的，我们不是 CBA 一加一，好不好啊？我们不是 CBA 一加，我们有钱。行，那我们来截屏。那您说停吧。啊，别，还是白哥，白哥，停。第几个？第几个？第一个，第一个。说话。让白哥念一下。好。哇！皮帅，哇，这摆明了是意大利球迷啊，怎么就这皮帅？这就打阿根廷呢，是吧？皮帅啊，恭喜恭喜恭喜！好了，那谢白哥，谢白哥啊，谢白哥，他马上要去看球了，好吧？啊，今晚白哥预测的是2-0，是吧？对，是吧？啊，那好啊，2-3，3-0是吧？那你这个原味的到时候留着啊，原味的啊，好。这酒拿着吧，谢白哥，谢白哥啊，好吧。跟大家最后遥祝遥祝啊，遥祝阿根廷夺冠，遥祝阿根廷夺冠，阿根廷肯定是冠军，肯定的。